大家晚上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每周实盘的一个讲解啊。好，那么市场的话呢，这周的话，当然主要的话有非农，但是实际上可以讲啊，后面还有几个比较数据啊，可能对市场可能都有影响啊。今天的话一会儿的话就 ADP 了啊，马上啊，就是差不多还有10分钟以后。通常的话呢。ADP 的话，虽然它是一个非官方的数据，可以讲啊，非官方数据，但是它是往往是对市场的话可能有一点指引性啊。但是最近几次的话，这个 ADP 的一个数据啊和最后的非农数据之间的话，这个差异性还是蛮大的啊，所以也要看了，也要看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好，那么今天晚上应该还有这个美国的原油的一个数据啊。通常在我的整个的思考里边啊，我一般我会把EIA 看得更它的话呢，稍微的时间上来讲啊，就是说算是盘后的啊，算是盘后的一个数据。而且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不算是官方数据啊，因为石油协会的数据呢，通常它属于是一个非营业性机构的一个数据啊。当然，今天晚上的话，应该是美国能源署啊，算是一个官方的啊，所以相对的，我觉得 EIA 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啊。为什么说我会比较重视这个呢？当然就是因为和加币的一个影响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要看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果啊。预期的话呢，应该是库存的一个减少的量在下跌啊，但是按照昨天的不是按昨天，今天的一个凌晨的数据显示的实际上是有增加的现象啊，所以要看最后的这个实际值比较重要。好，那么明天的话呢？可以讲明天还有一个澳币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应该是六月份的贸易账应该是六月份的，就是上上个月贸易账那么显示的话呢，虽然是正值，但是有缩减但是也要看因为是六月份的六月份的话，实际上当时的铁矿石价格是在较低的位置。最近的话略微有点反弹所以六月份的贸易账要看最后的实际值所以明天的话，这个六月份这个贸易账跟澳币的关系也蛮大的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说原油会和加币有关系为什么说贸易账和澳币之间的关系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我讲座也分国家经济结构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平衡。我可以讲原油的库存就是能够影响到加币的走势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情。那么澳洲每月公布的贸易账它会直接影响到澳币的走势因为它其实这个贸易账就是铁矿石作为一个澳洲的一个怎么讲唯一的一个商品就是现在可以这么讲，不是说其他的没有，不是说其他的没有，但是农业呀，包括有一些品种的话都是太小太小所以相对的这个铁矿石这个占比是非常大的平均的话一个月大概的话应该有几千将近不到一个几千万吨吧。几千万吨的一个铁矿石一个出口的数据所以影响是比较大好吧，都说一下大概的话，这是一个基本面的信息那么从昨天一天到今天走势来讲其实品种的话还都是偏向于一个你说有大的单边嘛？当然没有就是说小，要不就是小幅的反弹要不就是小幅的回落然后有欧元有破位然后其他的品种呢暂时
没发生破位啊，澳币、纽币有下跌，可以讲商品货币啊，可能有下跌的迹象啊。然后的话呢，像这个，我们知道的美加啊，有一个再次的反弹啊，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顺序啊。美加的话呢，作为一个重点啊，有人问我说，这个地方被破掉了。其实在我看来，其实破不破不相干的啊，就是你破也好，不破也好啊，我都是看大概其实这么一个形态啊，就是说从昨天解盘啊，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上冲的一个过程啊，上冲一个过程，然后它是破了啊，破的话我的分析就变成是，我认为这是一个三浪结构，在一个末端杀跌，而且我觉得这个杀跌的幅度还会比较大啊。最好是如果走数据行情的话，最好是出现比这一颗单颗的K 线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数据当时这个影响一分钟它的下跌我是觉得会出现比这个还要大的下跌行情这是我想要的就是如果走出这样的行情大家不要奇怪不要奇怪，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就它一定是有人说那为什么它会走到这里了，那这样的话这边不是有多单会走掉吗？但实际上呢后来你去复盘吧，因为这边的话实际上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它可能是软件有问题就如果是没关系，再重新打开。就如果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在这一侧就是。这边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出现的一个高位如果再转一天在这一端如果有向上破位的话可以讲可能这个头寸呢还算是比较多的但是实际上在白天的时候它是没有破位的没有破位的所以实际上呢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单子。特别多的一个单子在里边能理解吗而如果是回落买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者的话通常他也就应该被打掉止损了通常被打掉止损了所以在这一侧的话虽然他上破了但实际上影响也不大只要他别是那种连续的上破就可以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我觉得这样走势的话最好是再跌下去然后再创一个低点以后再拉升是最好的这样的话两次的下跌一次两次然后到第三次到看这个走势吧如果是正常的话如果它有这样的行情明天有也可能会出现或者不能说明天，我们先不设定时间就是说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行情出现然后它有反弹再下跌然后我去进场去进行一个买入交易，说这个位置到哪明确讲说如果昨天是到这儿，然后下跌，我还可以去判断一个低点。它今天是破了位再下跌，那这个低点没办法。说推到 1.2 都有可能不是在开玩笑就推到 1.21 甚至到 1.20 都有可能就要看一个最后的一个实际结果就说当然我希望它是能走到 1.22 到23之间去停顿但是它毕竟是破位破了下跌那就是一个新的一轮下跌新的一轮下跌按照之前的这个逻辑来讲这一轮就是能够看到的就是说算是
有效的话，可能在这一侧吧，从1.30跌到1.24，跌了600点，跌六百点，我们少算一点，就这一次跌400点，它也到接近到1.22，理解吧？也都到那个位置，所以，这边是，我是这么一个看法，基本上维持住以前的看法。好，那这个地方和当初哪个地方比较像呢？就是其实，英镑也经常会走这样的形态，就英镑在做一个某一个底位或者是高位的时候高位下跌或者底位反弹的时候，它也会经常会走出来类似这样的行情所以这样的行情如果走出来市场的话，到末端应该是短期的止损就会触发。然后呢，触发掉止损，然后反转，所有人进不了场。那具体这个时机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现在还没有跌嘛，跌下去以后再去判断这个一个市场的一个运行就可以了。接下来这几天都有稍微的关注一点美加的一个运行。好，那明天的话，因为有贸易战，我们就把澳币放在前面说一下。澳币的话呢，它和欧元、英镑，还有黄金，我们看小时机它有一个区别就是它实际上欧元、英镑都没有回到小时机这个均线上黄金呢是有回落，但是在上方。澳币和纽币呢是在下方看到没有纽币也下方了。所以正常这个形态相当于是说在小时级澳币和纽币这个已经从多头变到了一个空头这之前也讲过。那么要看明天的一个数据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一端也就是说如果价格跌破35，今天是最低是40，就差5个点嘛。就如果跌破了可以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反转的一个形态。当然这个反转的级次呢，我觉得说定义到日级的话有点夸张，但是定义到4小时这个级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在4小时这个级次如果破位的情况，它起码有一轮下跌行情。这样的话在因为它已经横向运行一段时间了，所以4小时这个成本也都跟上来了。正常的话它会应该是跌，如果破位我觉得会跌穿跌穿这个 0.79 这个位置跌穿 0.79 的话呢，我觉得下一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将近到 0.77 到 0.78 这个空间里所以明天的话澳币我建议就是说起码如果是它是80以前，不要去轻易的去买入了说这个位置能不能做空，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它和之前的高点刚刚好差了100点如果是作为100点前方那个止损点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可以试图做空的。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位置不好你觉得等它稍微拉回一点，那我觉得进到零点，别等到0.618，我觉得进到0.382就大概在0.7980这个附近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到明天，如果是数据之前不动如果数据之前不动，那就等数据如果数据是先拉升，那你可以去做空因为要看一个实际的结果吧，一个实际结果。好，这是一个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对澳币的话，我觉得下跌的概率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而且的话，如果是它有数据行情去拉升，那刚好是在顶端一次，然后两次然后呢再拉升一下三次。那最好的话是今天晚上的话，行情在这一端的话呢，能破掉这边的位置，然后到明天的数据行情呢再拉升回到一个高点，我觉得刚好是一个好的一个做空的位置。
对，就在0.80这个附近。按说0.80，如果是采取做空，我觉得很正常，因为0.80毕竟是一个算是一个大的位置啊，在大的位置上虽然它是有所谓的破了0.80，破0.80这个位置，但实际上呢，按照收盘价来讲，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天唯一一天收到了，可以讲就这一天是0.80，就唯一的这一天收到0.80以上，然后剩下两次穿越到0.80之上的这个这两天实际上都是被压回来了。都是被压回来了，所以它实际上是有压力的，所以在这个压力位置上，如果等一个好的一个形态一个位置，我觉得做空是可以的。那也许它会打到哪里呢？也许我们可以连一颗、两颗线吧，不，一颗线就好，就把这两端的一个连一个线形出来如果到明天碰到这个线，刚好是一个做空的时间如果在明天早上的话，大概其应该就是在这一段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好的位置。当然了，我建议是说你别等这个点如果接近它就可以进场接近它就可以，因为有时候它未必会到那个地方，可能就下去了。好吧，这是我觉得是两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事情看一下这个数据吧，应该已经出了，我看一下。差不太多预期19万是，最后数据是18万，还行吧差不太多，可能也没什么大的波动吧。所以可能还是要等这个，这个晚上这个，看看这个 EIA 的一个数据影响。好，如果 EIA 就是那么澳币可能也会有一个反弹，那那个时候的话做空澳币也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澳币是因为这个原油数据如果好一点，它可能也向上运行的话，澳币也可以先空下来，然后再等明天的那个贸易账也可以当然一看因为有时候澳币也未必对原油数据反应这么的强烈有时候会有，基本上有时候不会这么大的一个反应波动一般都是加币会多一点。好，那么看一下其他的品种欧元，欧元的话呢，基本上按价格来讲，确实是有升高昨天的话，我给了一个位置差一点点吧，没到，因为昨天我给到是1.1780吧，最后它走到的是1.1788，盘可能8384，有可能都有，但是没到没到的话，但是它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个先跌了一下，然后呢再上冲破位。上冲破位，那我解盘的时候大概是，基本上我解盘的时候呢，也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附近吧，我解盘是，好像就在1.1820附近所以它虽然是一个下跌再上冲但是它又回落回来，所以实际值的话，就是日内的波动是有，但实际的这个可以讲这个幅度是有，但是没有动多少点没有动多少点所以只动了十几个点所以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包括到明天晚上有这个小非农数据所以要看一下就是说明天晚上的一个数据更对于非农的小非数据会更有指导性因为明天是可以讲是包括明天还有这个美国的制造业指数。也有 ISM 对，然后包括8点半有这个首周的这个就小非农了因为它是实际上是和非农关系更大一点今天这个 ADP 呢实际上是非官方的数据所以有时候影响不大。好，当然明天呢
大概是，这个非农之前吧，对，也有这个英国的利率，但是我觉得这个英国利率啊，我觉得变的可能性真的很小，我是觉得没什么变的机会啊。那么当然呢，它万一变了呢？对，有人说变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英国这个利率，它的现在应该英国的焦点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在退欧的问题上，还是在退欧的问题上。那么按照我的想法是，如果是不去加息，那我觉得是利空于英镑的，对吧？因为之前是说有可能会加息啊，所以英镑造成了一个上行，就跟昨天那个澳币是一样的。澳币之前说啊，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奔中性利率的可能性啊，那有点太遥远了，太遥远了，对吧？那么然后澳币有一轮上行，所以我就想讲，如果澳币呢，不去加息，澳币怎么样？会下跌，对吧？英镑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套路啊，我觉得英镑如果不加息，它也会下跌的概率会更加的大，更加的大，好吧？那么还有啊，还有包括它一般来讲利率决议呢，英国还会公布一个资产购买规模，一般资产购买规模呢，要跟着这个市场走，但是之前的话一直都没有变过但这一次的话，如果它当然利率不变，说这个会不会变一下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最近的话，债券市场的话呢，其实是有变化的，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也可以看一下，因为最近的话，其实各国是在有抛售一些这个债券的一个事情债券一个事情，所以呢，包括它当然如果正常我只能讲正常是不加息或者不降息。那么这个数据会不变啊，这是正常的，对吧？这是正常的。我只是说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也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相对的，它公布的如果不加息的情况下，它同时间公布的这个会议纪要报告，可能对英镑的影响会更高一点。那么它无非就是通胀嘛，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吧。所以我建议是说，英镑，我们先不做它，先不动它，做好一个准备，就是说，如果它是先下行了，因为这个数据然后再因为美元又上去了。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的，就是说，因为明天有两个数据，一个是英国的这个利率决议，一个是晚上的这个，有一个制造业指数，包括这个，小非农的数据都有所以我希望如果这两个数据构建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就是这几个数据吧这是我想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是什么？说明是可能，非农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易机会。当然，先看明天先看，就是说有可能会这样，有可能会这样，因为公布这个利率决议的时候呢，我还没有给大家解盘通常是利率决议以后正好1小时嘛，它刚好走完走完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它的变化然后再决定后面的一个运行运行，好，这是说一下英镑然后其他的品种就像，像美元兑瑞郎美瑞的话呢，相对的就觉得比较的，美瑞的话虽然它是在这样的运行结构当中吧，但是
确实是在小时级的均线上方去波动，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现在美元还是在弱势，它这个地方啊，如果它很快的上冲，我觉得它是可能上涨，但是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结构，如果是发生了上破，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买入，如果真的上破，往那是假象，这个地方，而且的话，从更加长的一些变化来讲，实际上它没有怎么讲，没有很快速的就反转，就是它破掉前面这个一个横向区间的之后，它没有特别快速的远离它，说明还是有压力位置。那最好的话，还是不要去盲目的追多，防止它美元的这个末端的再出现一轮的弱势，再出现一轮的弱势，那么可能美元还有一个下跌的可能性，好吧？这个我知道你之前有些同学可能做了美瑞的一个多单，但是我觉得。最好是等它再有一个下来的过程为好，好吧？就是我就讲一讲这个，所以我们重点的话呢，还是说在美加这个品种上看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元对日元，美日的话呢，它今天有反弹了之前在底端呢徘徊了有几天的时间吧，差不多几天时间，但今天又开始反弹，今天又开始反弹。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它这个反弹到底是去到哪里？去到哪里？但是从形态上来讲从形态上来讲的话，如果这边是一个定义为是一个小时级的一个五浪结构的话如果它是反弹，我是觉得它会走到1.12到这个区间内。我还是这么认为，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还是要看一下，如果发生这样的行情，要看一下。好，我建议大家是先不要盲目的就卖出在这个每日上，当然你要去做空的话，我还是建议做一些跟日币现在的话交叉盘比较好。如果它发生了大幅的上涨以后呢？再去做空美日，这个时候你就选取做一些其他的，当然我觉得镑日还不好，因为镑日有可能冲到1.33，欧元吧，我是觉得我觉得美指的话还有末端，所以欧日的话也不好，说澳日纽日有人说纽日今天不是下来了吗？纽币也下来很多，对吧？但是我觉得。它有延续性有多少？能去到哪里？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而且它现在走到了这个刚好是4小时这个支撑的位置上，能不能破下去？如果不能破呢，它就会走到一个弱头的位置，或者还有可能上破。有人说，我为什么看空澳币？我给你讲一下，就是如果澳币它是。下破的情况下，我希望它是一下跌穿小时级和4小时级，就是说，我不希望它打到4小时级，我希望它是直接跌下去，穿越它。那纽币的话呢是回落，刚好踩到这个线上，我觉得它就形成一种支撑的概念。所以后期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空于澳币多一点。纽币的话呢，我倒觉得它在高位做一些形态。然后再下行把它定义成一个调整，我觉得更合适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澳元对日元会更加好一点会更加好一点。所以澳日的话呢，它昨天就是今天白天吧，稍微的这个下破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
小规模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构啊，一二三四，有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以后，它可能后面接的是一个横向调整。所以我在观察的是，就是说我在想的是，如果明天澳币下破了，它就跌下去；如果美日再上来，可能美日又反弹上来。所以呢，要看啊，也许它可能会受到这两个影响吧，可能是比如今天都不动，那可能澳币也许贸易战不好，它跌下一轮，破了一个位置，然后跟着晚上如果澳币美日在反弹呢，有可能又回来了，又回到同样一个位置啊，然后大家就认为它可能不像是下跌形态，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做空的点，为什么呢？当澳币破位了嘛，澳币可能底端不动，美日可能上冲。对吧？就是澳币跌了，比如说假设100点，然后美日又涨上去100多点，然后刚好美日是一个高位，澳币在底端。那如果美日接下来也跌呢？正好澳日又开始下跌，而且如果澳币再下行，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点。所以今天的话呢，也可能是一个做空的点，但是你做这个空单的话，这个位置你要冒着一个。你要心里有准备，就是它可能是会有一个下跌，再拉回到你同样的位置，你心里要抵抗得住，懂吗？你抵抗住以后，它再打开，才很大的回落空间。当然了，你说，这个地方它，下行，这个地方下行到这里我就平了也可以，但后面如果有更大空间，你可能会错过去，所以一般来讲。看怎么想的啊，做一个短期的也可以，做一个短期也可以。然后的话就是走直盘吧，走剩下同学就是不愿意做加沙盘去等，如果直盘有变化，比如说显示的是，可能这两天的这个跟美国的一个数据有关的话，可能向好，它可能会有上涨，向好可能会有上涨，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这么看。可以这么看，当然，刚才同学有人会讲，那美加是不是也会涨？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美加它还有一个另外不就是这个，原油嘛，如果原油数据好呢，它就先跌下去了嘛，对吧？跌下去，如果美元数据好，它是跌完再反弹嘛，其实它就没有破坏形态，理解吧？如果跌完再反弹，它就可以一直上去了，而美日它可以是不跟这个，你说美日跟。原有什么关系？就没多大关系嘛，对吧？它可以是那边跌了，然后再涨，然后它这边是涨上以后再跌，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好吧？这是完全可以的一个事情，所以可以往这方面去思考一下。好，那么黄金黄金的话，昨天走势就是说走到一破了1270，但是又回来了。刚好它也是打到小时级这个均线上，就又回来了你看它最近这几次吧基本上都是从变了这个多头排列以后，它每一次到小时级这个附近，它就有支撑有支撑有支撑到昨天的破位回来我们昨天解盘的时候就现在价格，解盘的时候呢就是一二就是一二六七六五六七就这个位置，现在又回来了。那么它是没有破，所以不好说这个地方。我是希望它能够破下去破下去以后的话，刚好是回落到1250到1240这个区间内我觉得它后面是一个横向的调整结构，但是很复杂。这个结构当中，你说你要做，那就自己去掌握吧。我觉得是可能性就在。上下两三百点左右的一个空间里，它可能有一段时间的震荡期，因为有人说为什么呢？就是上方有多单在嘛，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天是，这一天是这个，就是6月份的那个议息会议，对吧？然后这一天是先上涨后下跌嘛，所以这边是有一定多单在的底端的破位以后呢，可能在反弹这个位置有一个空单在，就是这边有追多的，这边有反弹做空的，
所以在这两个区间里，哎，刚好现在夹层，刚好这个夹层就是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反弹做空的人，我觉得在1220、12301240，我记得我们在1230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空单，所以刚好你看这个夹层嘛，中间又就会出现如果把这两个夹层都删掉，那刚好就是在这个区间当中有一个运行的空间，既不给上方多的，也不给下方空的走掉然后正好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上下的波动。稍等，没看，不知道你那个，一会儿看一下那个问题，好吧？没，先过一会儿吧。好，这是我对黄金的看法但是说现在要爆发嘛，没有感觉只能是再稍微再等一等稍微再等一等。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说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还没到那个时间点。我的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我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看法吧，然后看一下市场的变化吧，看看你什么问题，加美的涨幅百分比。市场就是在按百分比算呀。我没觉得你的问题有问题一般我们做都是美加，我不知道你说加美是什么？你是看另外一方向的一个盘吗？还是美加？这个强弱关系搞对了就好了。通常是两个直盘的货币，然后把方向搞对了，然后一相加或者就是所谓的这个交叉盘的这个走势的幅度。好吧，基本上就这样。你说有什么大的交易机会？我觉得现在有点。牵强昨天还好，昨天的话我还觉得有一个，就是包括美加还会有一个拉升欧元的话可能有一个下跌在上涨的过程，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真的就不好说了。没太懂你的意思，什么关系很大？是加元和日元吗？因为正常的话，其实是和美元走势的强弱关系比较大，但是它和原油的话，其实之前是有点失真的，主要还是在1.3332那个附近的。然后不是有一波下跌嘛？这个时候原油不是大涨的嘛，也没什么问题啊。你如果说这几天的话还可以，但是你说最近其实没有什么和日币的关系吧？美日的话，之前可是日线可是一个震荡行情啊，对吧？美加可是单边下跌啊，日线看的话比较清晰嘛。还是美加和原油的关系更大呀，对吧？原油走到了50，然后一路上行，美加一路下行，还是他们的关系更好一点。你要说是日内或者这几天，你可以这么讲。
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具体的话就，那今天的话可能又会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还不像昨天，昨天我觉得就是，每家会先要拉升，然后做形态嘛。到今天的话，你说它是还会继续破，还是说从这个位置直接跌下去啊？就像市场告诉我们，就没法是做一个先期判断。还有就是，每家跌下去啊，有可能是和原油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不见得其他的外汇品种会动啊。所以如果发生的是每家跌下去，然后又因为美元的影响又涨上去，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其他非美反而是下跌的，所以有可能会看到一种可能性是每家啪跌下去了，但是别的不动，然后呢是因为。EIA 一般都是12点半，国内就澳洲12点半啊，所以还有下半段的美盘嘛啊，也许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加破了位，然后底部，然后像非美还可能下行。对啊，一直是这样啊。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不就是一个数学的公式吗？每日吗？每日的涨幅0.45，对啊。因为加日的涨幅0.28，对啊，没错。因为加币是什么？加币不是贬值的吗？对啊，所以加日不是等于相当于是比美日。加币对于美元，美元对加币不是升值吗？当然就是一减就是美加的涨幅了。所以我刚才没理解你的意思嘛，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的想法是什么？他们都是按百分比算的吗？交叉盘都是按百分比算。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如果是用每日、加日和美加，它永远就是这么一个公式啊。这个原油涨幅和美加涨幅，那是不是一个同品种的呀？意思真的，你自己再思考一下吧。如果你是按照每日和加日之间的这个相加减，然后得出来每家的涨幅，它永远就是固定的数据，不可能变的。说其他的是美指和原油，那是一个相对的，这是绝对的值。你自己思考嘛，因为你就这么想，加日的波动幅度就是由两个直盘的货币，一个美日和一个美加来影响。对吧？那就看到底是谁比美元强，或谁比美元弱。如果一弱一强，那当然就在交叉盘显示出来的是更大的幅度嘛。比如说每日，就说日元强，加币弱，那加日一定是大跌的，对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讨论的吧？这个强。没关系嘛，你要说之前那个，对吧？那还是相对的，美指和原油的话，那是相对关系，那不是绝对的。对，原油跌不一定，美加就。
就会上涨。好吧，我看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刚才讲这是一个公式，对，它是一个加减法的公式，一直都这样。欧元对日元，我是就认为会向上走。我刚才不讲了，我是看好美日会有反弹，但是我觉得欧元暂时不会有大的下跌啊，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欧日肯定我觉得会向上的。就是如果按照幅度来讲，就是一个我认为大的反弹，一个是高位做形态，相结合呢就是。会往上走，具体幅度的话就算吧。对，如果比如说，啊，上方可能比如说，上方假设走到113，就是它可能还有2%的上涨。欧元如果在高位做盘整，但是我觉得美加如果下行末端，我觉得欧元还有可能在破位。就算按照现在走，就不算欧元会涨到哪里，就按照美日反弹按2%算，欧日也会2%上涨。那就是说，欧日2%的上涨呢，大概是运行260天，260点呢，就是到大概在130.80附近，有可能。那这个就是一个估算，因为我没有打算做它。我之前讲了嘛，我说我为啥做澳币和对日币呢？就是我同时看两个货币会，但是你说欧元对日元，我觉得看反而看的是上涨，包括英镑对日元，看都是往上走，巧合。任何两个货币的倾向都是暂时的。永远没有一直的，如果一直的话，那不市场太简单了吗？而且也没怎么镜像吧？有什么镜像的？你说是美瑞和欧元，还是什么？这两个品种有镜像吗？就没什么吧。因为从小市集来看的话，它也没有，也不算是镜像啊。你说是你所谓的镜像，是不是？你说是方向一致啊？你管镜像啊？方向一致的话，其实就是品种强弱嘛，对啊，有强变弱，弱变强的问题，对吧？之前瑞郎很强嘛，对吧？变弱了。英镑，镑，所以不好说嘛。就是我刚才讲了嘛，我觉得英镑也还是有可能去往上冲的啊，冲到1.33的。所以我一直讲，我说其他的这个跟日币交叉品种，我就没建议做。所以你像包括明天的话，也有这个会议什么的，而它离周线的位置还真的很近啊，1.33嘛。所以它如果上冲的话，镑日还有高点。还是那句话，记住，你们做交易的问题就是你做哪个就着重做哪个，别看别的。对，市场没有绝对的关系啊，绝对的关系实际上这么说吧，很多人死就死在绝对的关系上，大部分人都是，就是怎么叫死在绝对关系上呢？就某一种关系，你可能在这阶段你看着哎挺好，
啊，比如谁和谁有关系，谁和谁有关系，但是这个是暂时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常态呢，你就有可能犯一个大的错误，最好不这么思考，就是以哪个看得懂的为主，然后用它去推其他的，而且要做就做那个。假设我要做短线，昨天，那我肯定是做美价，不会做其他的品种，懂吗？就是我会去做美价的上涨。我不会去考虑其他的，因为我看得懂它，我就做它。我看懂哪个，不用这个去，就别的品种去印证它，然后或者用它去印证别的品种，然后就跑别的品种去做单，这样就容易出很多的问题。好吧，大概其实就说这么说一下我的一个看法。这个是可以的，这我没太懂你的意思，这个话题有很大，我只是建议大家就是，你看懂哪个做哪个，啊，然后你别是用其他品种，你觉得看懂其他的，然后你做这个，就那样的话，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嘛，对吧？你看懂哪个，就像我这两天我说，我一直看美加嘛，我觉得美加是，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下去了，再上拉，上拉以后再跌下去，那如果我做短线，我就以它为主。我就不会以其他品种为主。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做完了以后啊，但是我一般不做，原因就是我希望它走行更大区间的嘛，啊，更大，我觉得是更主要行情的一段，所以我就会放弃它。我以前一直是这么干的。什么叫形态的相似啊？你说是之前看的某个形态，然后是那个品种动了，然后这个形态，然后那个品种也会这么动吗？这个也只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对，任何一个形态，从任何一个点往后并发，都可能有好几种变化。只能是相对的，就是你的经验只能是告诉你有可能这么走，但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是市场告诉你的，有时对，有时错，对吧？那你就要思考，如果错的时候会是什么原因？没有绝对的东西。止损只是为了保护你的账户的亏损，但是你要想清楚为什么亏损，啊，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反正我只能跟你们讲，就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对于我来讲，主要是我看不到短线这个波动啊，能有
比较稳定的150点的空间，通常，所以我只能给你们方向啊，你们自己去找那种短线的机会啊，因为一天的变化太快了，啊，它可能上下走完了，其实没动啊，然后这中间就变化有很多种，所以那就需要的话就实时性很重要，做完一波就跑。能理解哈，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一般我给短线也都是奔，起码我觉得有一个150点的空间啊，甭管走得了走不了，说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空间在，我才会去让你们做。然后，而且的话，转天的话，我有一个时间可以去处理啊。如果对的话，就可以拿到150；如果错的话，可以先跑啊，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欧姐，我哪给欧姐了？我只是说可能欧元有一个，对，反正所以我就你们自己去理解嘛，对吧？就是我只能说是行情嘛，我就这么看的，对吧？你要是能叠加出来交叉盘的这个。行情呢，就是你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不也讲了吗？加币可能还要大跌，那你自己考虑要不要走，对吧？这个不好说，因为这个交易的事情，对吧？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无非就是要去思考。我都忘记了，对，可能是我说的，可能啊，我可能这样，可能就是我觉得加币可能会再往上走嘛，对吧？就是啊，就所以可能欧元不会太弱，欧二等一等吧，对，所以我说的我现在做澳日嘛，其实我跟做多欧二其实差不多，懂吧？就是，但是我觉得欧二。我其实没做它呢，就是我一直在等啊。我跟你们说吧，我其实在等，就是我等的是它，看它最后到底那个高点到哪里。如果它能涨破它啊，这个位置，哎，真的是一个好的位置。但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会跟那个澳币啊，在大跌以后那个低点啊，是在重合的。所以到时候我可能会让你们做，你们如果想做，可能让你们做高位做个 O2 的空单，但是我可能会做一个底端，做一个澳美的多单啊，就是这么一个走势。然后欧元可能是在后面一个下跌的，那就O2 可能是正好是一个力量相叠加，然后它就会下破啊，很大。O2 通常的话，比如说澳币对美元啊，如果从0.7多一点。到0.83，对吧？它有一个1000多点的上涨，那起码啊，欧元在不动的情况下，那澳币就能欧二就能跌1500、1300到1500点下去啊。然后，如果欧元再走弱一点呢，那就跌得更多啊。所以我讲的说，我是觉得到这儿来啊，如果破了位，当然看具体的位置，它将来会跌穿1.36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行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没有做欧啊？就等一等，所以我选择做澳日嘛，就选另外一个方向嘛。做空澳日和做多欧澳不是一样的，对吧？如果是就是欧元暂时强，跟那个美跟日就日元暂时强，是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日币的。强的话会更强一些，所以澳日的反而我认为空间会更大。因为欧澳呢，可能也只有，如果按照这个点位算的话，可能只有300、400点的一个空间。但是我觉得澳日如果是能叠加力量出来，下方还是蛮大的一个空间。
好吧，基本上就说这样了。而你们做上就做上，对，因为这个我解盘我是有交易目的的，啊，你们自己可能很多同学会思考了，对吧？就有选择性的。但是一般来讲是这样啊，一般我没有把这个怎么讲，就是交叉盘。我通常不按150点算，我说150点是按直盘这个算的啊，因为所以到交叉盘通常你要去除，比如说欧加啊，比如欧加，那150点的话，200点的加币对吧？就跟150点的美金差不多嘛，所以可以算150点啊，但是反正这个是两个力量叠加出来的，所以就会比较大一点。这也正常，因为交叉盘本来就是叠加力量，对吧？看看力量叠加嘛，跟直盘不太一样。好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晚上看一下啊，一会儿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原油库存啊，看看对加币的影响有大不大。有人做空加币的话，给你们个位置吧。如果能看到1.2580，如果想做空，可以在这儿做。就是它未必能再涨穿1.2589，但是你别把止损点放到这么近吧，对吧？如果到1.2578，咱别说80，有到78这个位置，就比现在这位置高一点点，到这儿，哎。空一下，啊，空一下以后的话呢，可能跟刚刚又说了，刚刚欧加对吧，就反了嘛，但你自己考虑啊，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美加会有一个大跌的，那，啊，然后是把止损点呢放得高一点，但是你说放多少点，我觉得起码放到50点以上吧。50个点的话呢，比如说你80左右进的话，50个点的话，起码就在这个点上方了啊，1.29，2609。那为什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我不是说了吗？我说如果它将来想大涨呢，最好就不要去，没事儿去啊，给他们做多的机会嘛，啊，所以就最好就不破今天的高点。那么你如果你破了的话，你就看之前日线的那个高位嘛。它就不应该反转到日线之上，那就是这一天，对吧？这一天，就是这一天的高点啊，不应该走到这里来，会走到这两颗线，那你就可以把止损点往这方面去放。甚至于你说放这一天不安全，我放这一天不安全，我觉得放这一天安全点，那就再放这3天其实差不了太多，这是1.2652，对吧？你80到55270点啊，你自己按风控算吧。对吧？如果他真的走到这上面，那就是错了。错了以后再说后面的。正常是，如果走阴跌大的，给多单进场的机会啊，所以不应该破啊，就这种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吧啊，好吧，那基本上这样。做破位卖出啊，也可以。对，就说我刚才讲，如果大跌嘛，对吧？它应该是以这个为第一轮下跌啊，然后以这里为调整，对吧？可能后面还有一点点。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会有再下跌破位嘛？那刚好你就把破位做空的位置可能放到今天能够这个地方吧，1.2543。比如挂1.2542，啊也可以，但这个破位单，你止损点一定要严格摆放吧。1.42到89，如果他当然得看数据啊，如果不破，那你要放止损吧。万一错了，它就是一个假突破，假突破就回去了，回去你要止损。好吧，说这么多吧啊，我们看一下市场变化。谢谢大家啊，那我们明天见啊。
该稳。